树脂镜片有保质期吗？树脂镜片有保质期，树脂镜片的使用期限一般在2到3年左右。框架眼镜的树脂镜片用久了会老化、发黄，而且可能会出现划痕或变形，使正常通过镜片的光线下降。长期使用这样的镜片眼睛可能会产生不适，造成慢性视疲劳，形成视疲劳综合症。因此，树脂镜片是有使用期限的。在树脂镜片的使用期间，如果不注意清洁或保养的话，树脂镜片的使用期限很可能会进一步缩短。普通的近视患者一般应该1年半或2年更换一次镜片。更换的目的有两点，一方面用于调整眼睛的度数，另一方面用于更换长期使用所产生的磨损和老化的镜片。特别是有划痕或磨损的镜片，容易导致本身的光学性能变差，从而影响佩戴者的视力健康。